空手道，把人体的潜力在一霎间发挥到最大的极限。在攻击时有断木碎石之力，要对付狠辣的功夫，唯有比他更狠辣。我有破空手道的办法了。等了那么久，总算等到这报仇的一天了。要他的命！我总觉得你这次会凶多吉少。来吧！龙虎斗。